来，咱们先干一手啊，先干两手，先把那只炸了啊。那只反击的，反击水攻的炸了，来，走你，星灵仙子，第一手就出了，来三技能，看了吗？对吧？这样的省法很好。来，星灵仙子，日游神，看看日游神啊，放生。小蜥也可以，有一本没电掉啊，那只不电了，找那只没电的那只。那只没电的，看了吗？啊，这就是没电输的啊，就哪怕你两个也电一下子，尽量是电一下子。花灵怎么练？花灵也是那么练，嗯。来，星灵仙子吗？不是，五技能的这只没法再造了。花灵根本不上技能就换号哥，换号盒，嗯，换号盒。来，星灵仙子，该来个五技能的吧？五技能，嗯，确实，这是真正的啥？这他妈还电输了，不电输就一个技能，连洗带弄带开箱子再合，合真的快，合真的快，但是吧，他不上技能，这个号也不太好。我那种暴力的老板还是没有，我还是得慢慢再等，就是那种天天炸双特殊的那种超级大老板。来，求出星灵仙子吧！好，直国学走。哼，真他妈的真实。最近真经便宜。吃一手啊，来吧，求出星灵仙子，没有任何技能冲突，这是一手7+6满技能，13技能，求谈成就，出星灵吧，星灵仙子没谈成就，不是野生可以挡一下吧啊。来，1.127的成长。啊，不是这只，不是这只，不是这只，他妈看错了，吓老子一跳，是这只啊，下看了吗？我说了下限非常低的。来，技能拉开，把技能续命炸裂，牛逼，1.1亿出的啊，1亿出的，1亿没用了啊，1亿没用了出的。